標九萬幾，咁貴，買只標九萬幾叫平啊？平啊！哇，九萬幾唔平啊？下にして、はい、1000円1つですか？いや、2組1000円です。あ、こう開いてるとこに穴開けるんですか？はい、開ける。あ、それでこう作るんだ。そうです。はい、はい、その時に、まあこれぐらい。はい、我準備好了迎接什麼。你迎接什麼？哥，我這麼等你呢，我沒答到啊。啊，不行了，請問。OK。女性だけ。あ、いや、男性もあります。あ、有啊有啊有啦。あ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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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ある？啊，欸。男性，哦，男性。哦，哎，这个型啊，哇，这个样都似女啊。哇，这个好 Q 啊。都是潮童嚟噶呢个。好潮啊，这个好潮啊。撮ってみて。面白い。你要 download 落嚟嘅喎，如果唔系佢一定冇换。系咩？好核突！好核突啊！咩核突啊？又 scan 啊？诶，搞掂，好得咗，搞掂，我唔出嚟啊！诶，搞掂，得未？记得订阅 like up 啊！佢话呢条桥系好似罗密欧与朱丽叶咁样，要一啲条桥先至可以。那兩個人才可以相遇咁樣嘅嘢，可唔可以游水嘅 ？Great shop, shop and bus. 哦，我睇到啦。咩？咩呢個咩嚟啊？咪變翻超人啦！哦，嗰度啊？啊，呢個唔係咩啊？哦，係喎，你又識嘅咩？真係，真係你當撈嚟㗎，真係。啊！做咩？你想買撈啊？十萬蚊唔使呢個標，得嘅。哦。咁啊，想買撈啊？香港都有呢個價錢。係啊。九萬幾。哦。九萬幾隻標，哇！係啊。買只標九萬幾，咁貴？買只標九萬幾叫平啊？平啊！哇！九萬幾唔平啊？點咪扣？點咪睇雞？佢話貴喎。貴啊！佢話貴咯。貴屋企。啊！啊！而家啲 yen 平咗，所以你呢度買又平啲咁樣。哦。哦 ，export 即係佢出咗口嘅話就貴啲啦咁樣。哦。佢都係話呢一條街咧，係真係得老人家做 sales 嘅啫。佢係咁講喎，係嘛？你都咁覺得啊？係啊係啊係啊。佢話後生嗰啲咧就做 Eon 啊嗰啲嘅。關注下老人家啫，啱嘅。哎呀，冇靚女俾你睇啫。係啊，真係。就關注下老人家啫嘛，關注下你啊嘛，俾啲老人家你望下。老人家有嘢做啊嘛。周街都係。係咯。唔包出嚟。好。我三个咩做啊？三个啊？我三个高枝家族啊？玩本龙马。揸剑嘅，屌一枪打死佢啦！揸剑。佢话以前如果唔系因为版本龙马嘅话咧，而家啲人都要做武士咯。版本龙马系同高枝城嗰个城主咧同佢讲，跟住就啲人就唔使做武士咯。啊，嗰度嗰
三個像咧，其中一個係版本龍馬。哦。咁嗰度咧就係一個版本龍馬嘅免費嘅博物館仔咁樣。龍馬。龍馬のデザイン、あのラテアート。哦，呢個又係版本龍馬。好。而家嚟到版本龍馬嘅博物館仔啊，佢而家就喺高知站隔離嘅啫。嚟到就要睇下咯噃，係我哋琴日見到嗰個跳舞嗰個團長嚟嘅，佢話佢喺呢一度做嘅喎，係啊，得住，哦得住，哦ポストカード，好綺麗，中お菓子だろう，嗯，あと竹内半平，嗯，哦無聊無聊，これが三人パーティー，哦。唔錢噶，唔使唔使，冇料。中間個版本龍馬，呢個係神中江神太郎，呢個又武士半平太劍嘅，劍係兩邊都嚟，刀係一邊嚟，係嘛？有冇人教你啊？呢個刀刀日本刀咯，武士刀咯，係啊，武士刀。高馬本龍馬嘅嗰個外甥啊，就係高松太郎啊。哦，所以叫高松市咯，系咩？咁高知系乜嘢？高知市咯，高知啊，高知又系佢嘅外甥咯，两弟咯。呢个系个人物解说图啊，咁样清楚啲喎。系啦，我觉得系难明嗰啲历史。梗系啦，啲人讲解你听啦。真系难明喎，即系嗰啲我维基百科咧都觉得。我知啲多。哦。是吗？クスマ、これ、これ、this name ランマ、ランマ、ランマ、あこれは動かない、これさえとライチ、ライチ。佢話呢一個。是仿照呢一個屋啦，就係仿照之前版本龍馬嗰套劇咧，嗯，就去做嘅呢間屋嚟嘅。嗯，咁呢嗰套劇咧就啊福山雅治做版本龍馬，知邊個福山雅治啊嘛？唔知。福山雅治都唔知。唔知。山雅治同埋廣末涼子咧就喺裡面咧，就戲裡面就做夫妻嘅。嗯。咁所以裡面咧就有張廣末涼子嘅相。嗯。哦，即係本身咧呢一扎嘢咧就喺NHK 嗰度嘅嗰個電視台裡面嘅，咁佢哋咧就搬咗去呢一個場景嗰度，就俾遊客去睇啦咁樣。哦，都望落咪圓嘅，因為佢呢個圓形咧，佢起角嘅，你喺對面望過嚟呢一嚿嘢咧。你呢度望過嚟啦，就四方嘅，係啦，因為佢啲舊嘢咧起角嘅，啊幾得意啊呢個。下集預告。點啊？你覺得呢度睇同埋喺啱啱搭船睇有咩分別？搭船睇好睇好多，跟住啲鐵柱啊，成個遮曬啊嘛。最後記得 like 我 Facebook、follow 我 Instagram 同埋訂閱我個 YouTube channel。Facebook 記得撳搶先看 ，YouTube 記得撳埋個啷啷，咁就唔會 miss 咗我哋任何一條新片啦。拜拜。